由港姐冠军、演员去到近年积极转型做 KOL 的陈海琳，相当受各大品牌的欢迎。日前她穿上女人味十足的火红连身裙，为波鞋卖广告，侧面由侧胸一路全开窿去到臀部，疑似是真空上阵，相当之性感。连老公郑嘉颖都忍不住要开声问她，为什么这么性感？